这边请。水温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这个店，黑乎乎的，装修风格很特别。你们这里都是男的洗头也有女的，我们都是按编号排。那你是多少号？33号。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的声音很好听啊？后来，我经常梦到那天的场景，梦到他温柔的声音。这个水温可以吗？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一个仅仅相处了10分钟的男人魂牵梦绕，他的出现好似在给我鼓励，让我经年累月承受病痛折磨的内心又渐渐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。33号。你好。哎，美女，剪头吗？洗个头吧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个，我可以指定33号吗？哦，当然没问题。来，这边请。33号。对啊，之前那个33号呢？现在怎么变成个女的了？不是她。不是她。她就是33号啊。算了。你是想找萧寒吧？萧寒？他不是这里的员工，前两天他们家有点事儿，我就叫萧寒过来帮了一天忙。听说萧寒在小洲村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，但是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
我们怎么走啊？去小洲村。雨佳不回中啊，我在蹭什么？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初遇，美好的、难忘的、惊鸿一瞥的，但都不及我第一次见到小寒时的感受。饭吗？洗个头吧。你不是刚刚才洗过？洗过就不能再洗一次？
躺下。水温可以吗？可以。刚刚那个猫怎么恋爱了啊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个猫恋爱了。等下理发吗？你来理吗？嗯。你会剪？能剪。能剪的意思就是说，不一定剪得好看呗。能看。那就剪个刘海吧。好。饿死了，出去吃饭呀、啊。十分钟就好。那快点儿，我里面等你。好了，多少钱？随便给吧。
结完了。师傅，去金兰家园。哎，好。没事，没事。坐了啊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保姆阿姨，隔壁大叔。阿姨，哎，小冉，哎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裘总说你电话打不通，还以为你在路上有什么意外呢。嗯，没事，就是手机没电，自动关机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裘总打电话回来，知道你还没回家，可是急坏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赶紧的，吃饭去。今儿啊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，也是裘总特意交代做的。说是手机自动关机了，那补血的都是按您的吩咐做的，但他不肯吃呀，汤也不喝。是，我一会儿啊把药送到房间，看着他吃下去。是，请裘总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看着他，不让他随便出门。得想个办法出去。让我来做个成人之美的事吧。说那点菜洗完，把药给你送房间呢，吃了就好，吃了就好。对了，阿姨，哎，这个快递好像是隔壁的，送错了，一会儿你不忙给他送过去吧。哎，我一会儿收拾完房间就给送过去啊。那我先上楼了。哎，好好歇着啊。这不是俺家快递哦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你下午忙不？我忙上我那坐会儿。俺孩儿刚从老家寄了道口手机，可好啊？真的啊？行，那我再做俩小套，你喝点呗。哎，哦，不行，得晚点儿。这家啊，规矩大着呢。晚点小姑娘睡午觉，睡午觉我再过去啊。好。睡了个懒觉，午饭的时候去叫才醒呢。
是裘总，按您的吩咐做了猪肝汤，但是只喝了一点点。嗯，药已经按时吃了，现在睡午觉呢。请裘总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，我都在家看着呢，不会让他出门的。来，哎呀，你看，还麻烦你亲自来接我。哎，那不应该的吗？师傅，去小周村。拿手机。嗯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垃圾。我收起来了。谢谢。擦一下吧。谢谢。先。哦，我这个是刚刚旁边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不疼。我送你吧。好，小心。你女朋友今天没来找你吃饭吗？就上次那个来你家找你的那个漂亮姐姐。这谁呀、啊？这不老肖吗？咋了？宿这么久，今儿有艳遇啊？哪家姑娘？介绍介绍。就你嘴欠。我叫何冉，是他店里的客人，今天来拿落下的手机的。何小姐，你好，我呢叫胖子，是老肖的哥们儿。这家店是我媳妇儿开的烧烤店，以后常来，让那个老肖请客。来，啊，我请，真是。就送你到这里，先给你。那我明天来还给你。不用，不急。胖总，哎，丫头，你进来，媳妇儿快点串儿，哎，别就今天雨这么大，你让人自己走。哎，不是，丫头，你这。嘿，这
你老肖这脾气，你常来啊！哎呦呵，走了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明天是你生日，妈妈怎么可能不回来呢？傻孩子，我自己都忘了，您还记得呀？哎，你这衣服，我从衣柜里随便拿的，不好看。不会啊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反正我一天到晚都在家里待着，穿什么也没人看。怎么会呢？妈妈看啊，我就喜欢你穿的漂漂亮亮的。妈妈再帮你订几套春夏的最新套裙，好不好？妈，不用了。你就别管了啊，妈妈明天帮你订过来。行吧，听您的，您安排吧。妈，我困了，想再睡一会儿。困了？嗯。多休息还是好的，那先睡。好。我去帮你准备。先，我这个是刚刚旁边路滑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送你吧。虽然外表看着很酷，但感觉是个很绅士、很温柔的人呢。可是。万一他不是单身怎么办？我究竟还要不要再去找他？小冉身上那件衣服哪来的？你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小冉跟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吃穿的他都不能碰。那衣服应该是他自己买的。他出门了？没有，他一整天都在家待着呢，应该是网购的，他最近的快递不少的。啊，要不我现在去给他扔了吧。算了算了，也不差这一会儿，到时候换衣服的时候你一起处理掉，千万不要给他知道。是邱总，你说这孩子这胃口也不好，人又瘦，这两天我不去公司，好好陪陪他。裘总，您亲自在家陪着他，小冉一定会很高兴的。
慢点啊，小雨。小郭，快点！哎，你慢点，当心蛋糕别翻了。冉冉，快下来吧，韩宇过来给你过生日了。Amen.